開幕匯演超級樂壇創世紀，出席今晚盛會的歌星有郭富城、梁朝偉、李克勤、許志安、黎明、羅文，還有葉倩文、黃靖文、林憶蓮。能够成为大球场第一个演唱会的司仪，我觉得相当之开心和荣幸，是小弟郑丹瑞。你们好，多谢晒咁多位歌星好朋友们。超级乐坛创世纪呢啱啱开始了，今晚呢咁多位歌星都会落力咁样演出，而亦都有两位乐坛嘅大哥大姐呢，佢话佢都要出嚟参与呢个盛会。我哋首先有请校长谭咏麟 Alan。Alan， 今日新校舍成立，需唔需要致下词讲下嘢咁咧？讲到讲嘢咧，我谂啊，喂，今年女歌星犀利啲喎，好似气势好似，嗱先唱歌唱开场曲都系女仔唱先。如果讲嘢，我谂要揾个乐坛大姐大阿妹讲先啊。有请梅艳芳。你哋好，非常之震撼啊！一个可以容纳40,000人嘅香港大球场咧，今日开幕咧。亦都代表住象征住香港乐坛呢进入一个新嘅纪元，我哋作为香港乐坛一份子呢，亦都希望积极进取，为香港乐坛带嚟异彩。唔该晒梅艳芳，我哋一定咁话，系咪咁话吓大家啊？ Hey！ 好啦，喺呢个时候头先阿 Alan 都讲啦，今年呢即系啲女歌手同男歌手不遑多让。咁跟住呢就創作嘅歌曲又越嚟越受重視，九四樂壇一定呢就越嚟越大放異彩啦。不如咁呢，趁住今晚呢一個超級樂壇創世紀嘅開始呢，我哋不如請譚校長你負責主持一個開咪儀式好冇？冇問題，嚟。好，哇，你睇睇。嚟緊啦，哇，知唔知大師？要請阿譚詠麟呢要上一上去負責主持嘅。好啊好啊，一路嚟啊。好高喺度。咁大師咪點樣揸？我哋數三聲好唔好啊？好啊，一、二、三，耶！金咪一開，樂壇更放異彩，每一個波象徵住一個音符，飄向世界各地。將喺超級樂壇創世紀開始節目之前咧，我哋請咗我哋樂壇嘅大姐大咧，就係同大家講咗一番嘅説話，希望藉住今晚呢個政府大球場的重開，令到我哋樂壇咧可以係推向另一個高峰，大放異彩。咁喺呢度咧，我就代表香港嘅所有嘅唱歌嘅朋友咧，就係應承係，我哋希望咧喺呢度咧成為一個紀念性嘅時刻。我哋咧希望每一位歌星都可以喺政府大球場呢度對住40,000嘅觀眾咧就係唱歌嚇。咁啊，希望樂壇越嚟越蓬勃。好啦，梅艷芳咧就講咗嘢啦，佢唱咗歌未啊？好似未喎，今晚咧时间就差唔多啦，我谂系时候要请我哋乐坛嘅大姐大出嚟啦，系咪？我哋一齐欢迎 Anita 梅艳芳。如在那喧哗过后，只有忽然后的是我的一对手，努力向前，谁没有谁了结识的借口，是要把抑郁眼泪再流，谁自愿独立于天地，痛了也让人
间前人碎乱，和幸福都接近。等多年这角色，做你的女人，我没有权来令你承受太多的情感，但我始终不过是个人。讲嘢啦，但我喺上面睇落嚟咧，我真系好感动。尤其是见到你哋喺你头先玩人浪嘅时候咧，我真系有少少冲动，我好想上嚟同你哋一齐玩啊！如果我有一日有好多朋友话，你会唔会再出嚟唱歌？如果我喺呢笪地方嘅唱嘅话，喺呢个大球场唱嘅话，我会，因为我好希望再睇多次你哋嘅人浪表演。舞台真的令我觉得很兴奋，因为实在很久没上过这么大的舞台。但是想起舞台呢，我想起另外一个人，是一个我的好朋友，也在舞台上呢，应该是你们玩的人浪啊，一会呢我们一起玩好吗？ OK， 因为他呢也是我属于在舞台上一个很好的 partner， 我相信也是你们的老友记，给你掌声 Logi。真的很开心，想不到啊，还在有机会跟你台上。人家叫你啊。多谢多谢。和舞那班啊。是啊，我们讲过啦，我们之前很希望在舞台合作的嘛。是啊。但是今次我们合作有些什么表演给大家看呢，我都很担心。那这样啊，人家会 expect 我们会跳一些即很劲的舞，不如我们稍微转一点嘛。因为 呢我最近呢即是达到三十岁呢，心态有少少变态，你明白吗？即是我咩变态啊，即是我喜欢留在家，你喜欢经常看电视，最近的潮流看电视，你喜欢看什么？我明白我明白，这首歌我刚刚学识的。咦，真的你知道我说什么的了？我当然知道了。那你唱头我包尾嘛。又好啦，给你掌声。世间有晴天，愿天天也见太阳面，热烘我心，晒黑我面，教我在人世走美善，混浊长流处处污染，区分流清风前线，望红日发誓，红丝英白，咆哮同老人，为人类见乐园，用全力发誓，丹心一片，为建军开阔新事，就让我心里。像那东流水，我愿情不可得，情愿问我心多烦人，抽刀等水水等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，明早清风似飘零，由来只有新人笑，有谁听到旧人哭，爱情两个字好辛苦，是要问一个明白，还是要装作糊涂，直
多至少难止住。看似个人人蝴蝶不应该的年代，可是谁又能摆脱这世界的悲哀。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是蝶，不要上青天。